境，从以前到现在，为什么它有那么丰富的那些文物哈？后面给我来给你介绍你哈，这几年在这里做一个简单说明。那么我们带你们到黄境过来哈，不能干活弄地老看蛋。现在市长嘛真关心咱，我们当在咱机构单位，我学生们还会来上这里哈，所以讲感谢，很心感动一步。那市长对咱鲁港的照顾吼。非常的无微不至哈，劳工事务研讨会了哈，其实就是要安排咱罗岗啊，国内吼最近一个这个参观的活动安尼哈，啊，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啊，向各位哈罗岗各位优秀的工会哈，也是最大的敬意哈，一个用。我那个跟大家介绍课程时间尽量缩短哈，尽量缩短啦，因为。第一规定我们是要先上课才能到外面去的哈，那请大家多包涵一下，那尽量我会把我们的时间缩短。这些东西是很实用的啊。对，这样的话就把它别打哈，其实目标很好。我孩子啊，对社会运动很认真，很努力的去争取，而且他对就业歧视这一块非常的重视。因为哈，在这么多年来哈。从我们政府呢一直认为是说每一个人的就业机会其实劳工处的支持啊，劳工处很多事情拜托大家多帮忙多照顾，我想这些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没有照顾我们哈，所以我都是同仁哈，哎，感到感恩的心啊，来感谢大家哈，所以各位所有的活动，实际上在第一条就一个有一个好的好处，大课啊，比如呢，那底下啊参加来对那种班。哦，餐厅咧，阿姨常常有咧办促销。来，来帮我。来来，接快，一人一块啊。大哥讲，一块他给你，叔叔啊。好啦，好，谢谢啦哈。阿姐嘛，别过来，要请咱到一位来，请个来讲一个，好经理哈。我们来看一下，咱的副领队吼，来紧，副领队的迄个杨志年，监事，大家好，啊，副领队吼，黄新明，理事。我们两个庆典哦，也是非常的顺利也办成了哦，所以说今天哦，就是办理我们摩安劳工跟我们的悠然工会哦，再次的恭喜大家，也希望各位这两天玩得开开心心，也再次祝福大家啊，非常谢谢。那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啊，请大家。
好啦，好啦，好啦，你啊无搭底面啊咧，安尼很水啦。Oh!